等一下到头前庄，头前庄再来就新庄，就辅大了。正在近在买冰箱，在买遮。那可以等吗？可以等到两三个月后再寄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们被人家说现在折价促销，那都是一个话术而已啊。你等到真的全部弄好，冰箱、电视这种东西哈，都是很旧很污的。你应该先去准备你的家具。电视、冰箱这种电器的东西都是很用的，我们这边点。啊，家具有时阵你要的那个颜色或是款式，啊，可能要等一两个礼拜，要等工厂做才有来。像隧道一样会弯来弯去。哦，这是到头前庄了。头前庄。听新闻咧，那个什么政论节目咧讲，讲台北捷运其实是不赚钱的。对呀、啊，说跟其他国家的，像什么北京地铁啊、上海地铁啊、东京地铁、啊、或是韩国地铁比起来，我们的运输量还是太跟人家都比不上，还是太低了。要做起来真的很放大。谁叫他要用那种什么360相机啊？那个广角相机，让你更广。新庄 station， 新庄。台北捷运客服专线24小时，因为台北捷运又没有营业24小时，可是它服务24小时。那边呢？02-218-12345。暗时也睏袂去，会使敲电话去甲伊开讲。反正伊嘛无啥物代志通做。